来自雨点降落的嚎叫永久皮肤，嚎叫变形金刚，这也太好了吧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呢。哇，真的是那个可以变成暴龙的嚎叫，太炫酷了。嚎叫是个不合群的家伙，他喜欢让别人去处理战略方面的事情，自己直接去打仗就好了，这样让他成为钢索在战场上最得力的战士。他可以变形为机械恐龙的形态，他的专属技能是骨刺横扫。哦，怪不得送我这个皮肤的小伙伴告诉我说他的大尾巴可以用来打人，不信我展示展示给你们看，用暴龙的尾巴对准他们。哎呀，你们别趁机打我呀，然后再来一巴掌。啊，人没打到，倒是把我给打回原形了，真气人。事实证明用尾巴打人的技能不太行，我还是去学他的第二个技能吧，那就是穿墙。看到没，小伙伴正在用这个皮肤给我们表演穿墙呢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操作，就是先换上嚎叫的皮肤，然后到了这面墙脚下之后开始变形。啊，卡住了，妈妈呀，我的屁股进不去了，那我就变身吗？哎，真的可以，我可以穿墙了。以后如果遇到这种三人解密，那我一个人也可以玩，我可以轻松用暴龙穿越到下一关。看吧，这就过来了，说不定还能穿进队友的房间呢。不过要是真的自己一个人这样玩，就没什么乐趣了。得到紧急的时候才能用。不过既然粉丝送我了一个能有两个技能的皮肤，那我也必须得送他一个呀，那就问问他要不要塔利亚吧，嘿嘿。